奇趣秘闻，通俗抵死，引人入胜，天下第一奇书《蓝皮书》，逢星期五晚10点正，同你挑灯夜读。1985年5月29日，欧洲足球联赛冠军杯决赛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希素球场举行。对赛戏码双方为英格兰利物浦足球会和意大利祖云达斯。全世界都抱着欣赏高质素足球比赛的心态等待两雄对决。究竟是高 Q 大脚的英伦踢法优胜，还是脚法细致小组渗透的欧洲大陆足球高一班呢？可惜球赛演变为球迷闹事，要出动防暴警察制止，而用来阻隔利记和祖云达斯双方球迷的围栏，因为人群涌向围栏而不胜负荷，整幅塔向祖云达斯球迷区，事件造成39人死亡，当中主要为祖云达斯球迷，史上称为希素球场惨剧。1985年5月29日，大约60000名球迷蜂拥而至，到希素球场观看赛事，而部分球迷更饮到啤啤呼，带住满身酒气进场。当年的球场是可以容许球迷企喺度睇波，所以球场分分钟 over 咗入场观众人数上限。距离原定比赛开始时间半小时，喺利物浦球迷区的醉酒佬球迷开始闹事。有啲閪節仲亂鳩咁縱火，防暴警察奉召衝入球場去制止呢班撚屌。警察因為要執法以及控制場面，一定採取最低武力去控制人群，而且梗係向冇特定目標亂棍毆打。有啲球迷為咗逃避追捕，爬咗上一幅用嚟隔開雙方球迷嘅圍欄上面，結果圍欄不勝負荷，整幅塔向祖雲達斯球迷區。事件最后酿成39名意大利及比利时球迷死亡，89人受伤。大会并未因现场搞出大量人命伤亡而腰斩比赛，因为如果终止比赛，全球因为冇波睇嘅球迷、黑手党、外围佬，又或者乱赌一通嘅赌仔，因此而冇捻咗条命嘅人数可能仲多。比赛之后如常举行。结果祖云达斯凭白天尼射入一个12码，令利物浦以1-0饮幸，喊捻住翻英国。由于惨剧的影响，英国佬饮酒闹事的球迷令英国球迷形象插水，黑人真情到拍得住中国大陆的劣质冚家产冇品游客，英国球迷做了球场流民烂仔、过街老鼠。人人得而诛之。英国足总为了舒缓欧洲足总的严峻处罚而先发制人，无限期禁止利物浦参与欧洲赛事，禁令后来降至10年，最终为6年，亦同时禁止其他英国球队参加欧洲赛事5年。英国波一直湿鸠到2015年，很大程度上都关于这件惨剧。希素球场此后进行了全面改建，现时已改称为博道安国王运动场。欧洲足协之后无限期禁止英格兰球会参加所有欧洲赛事，其后禁令缩减至5年，而利物浦则被判禁赛多3年。惨剧发生了之后，欧洲足协作出了新规定，其属下所有运动场内只允许坐席观看。惨剧亦被称为欧洲足协比赛史上最黑暗的一小时。OK， 翻嚟现场啦。咁其实我哋只系睇到啦，球迷
為了自己的心愛球隊，可以去得幾盡係嘛？命都冇係嘛 ？OK 嚇，好啦，唔開心嘅我哋唔好講啦。不過咧，呢條片裏邊其中有一隊球隊，阿倫啊，對你都好大影響喎。都唔係影響嘅，好大回憶嘅，好大回憶係嘛 ？OK 嚇，因為當年就講緊啱啱十年前啦，2005年嗰一年咧就我嘅修山告別賽就係追到雲達斯啦。咁當年都有好多球星啊，利維特啊、迪比亞路啊、查斯古特啊，都幾出名嘅，都喺都有嚟香港。你要 show 下啲嘢先得喎，倫啊！我知道你帶咗好多啲咁呢件啦，當年就我半場揾阿利維特同佢交換波衫，佢即刻就話好啊，咁啊即刻就剝衫啦。咁啊，都有張相嘅，影咗一間有，一間有，大家可以有相為證。哇！李維特呢件我哋中意嗰隊球員，捷克國腳，我就欣賞佢個拼勁同埋鬥志，係啊。所以咧，我就真係咧，當年咧，我已經同一隊友講噶啦，我要同李維特換衫啊！你唔好同個個唔準爭啊！即刻半場咧，啱啱經過喺更衣室出邊，同佢啱啱經過，我就即刻問佢。但係點解半場又肯同你換咧？咁冇所謂嘅，有冇所謂？有熱賽冇乜所謂嘅。如果阿迪比亞路傳嗰球出嚟俾佢啊，嗰球凌空抽射入，嗰球真係靚啊！李維特，李維特到今天當年就上半場，查斯古特有嚟咩？嗰年有查斯古特有，哇！都呢啲都係名將嚟嘅，近代都幾出名㗎，算係即係幾個都攞過世界盃啊，又攞過好多。喂，你近距離咧，我哋真係近距離你接觸過，你其實真係心入邊覺得。嗱，嗰陣時你已經退役啦，準備 OK。最後一場，技術分野係咪真係咁遠咧？其實就技術水平當然有啲分野，有一定嘅分野啦，係啦。其實最重要就係話咧，喺個球場上邊，佢哋嗰個反應呢個好緊要嘅，因為個意識咧，佢哋好強嘅，即係嗰波未嚟咧，佢已經知道我走去邊度幫人，或者攞住波咧，我已經知道隊友邊度幫我，呢個係好緊要嘅。但係我哋始終即係可能喺亞洲或者我哋香港球員咧，呢樣嘢比較缺乏啲。體力都是一個問題，但體力就是練的，是啊，但你說那個就是意識呢，就是腦筋呢，有時就沒有人轉得那麼快，這個很重要的。你現在教球啊，okay，你教球會不會將意識教給，因為由小到大的嘛，他們的訓練一定會啦，因為我們現在做教練，除了教他們小朋友踢球技術之外呢，都是會一路灌輸啲意識俾佢，就話咧，即係你一定要留心觀察球場上邊嗰個環境啦，睇下隊友喺邊度啦，睇下對方喺邊度啦，睇個龍門喺邊度啦，即係你要睇到好多嘢，跟住你先決定做乜嘢噶嘛。踢波就係咁啦，所以你越睇得多，越睇得快，越睇得準，咁你個決定咪會越得越好咯。咁照計，如果而家咁講，而家同你踢波或者而家新生代啲球員個足球意識應該強啲噶。嗱，第一睇得波多，第二會打。打啲打或者嗰啲兩回事嚟嘅。咁但你睇得多波，因為我哋個角度大啊嘛，睇現場點樣比波啊嗰啲。咁你覺得而家啲後生嗰輩球員咧，個意識上面咧有冇提升到，定係都係？可能喺個戰術上咧，佢哋嗰個運用咧，可能都會有少少即係有啲進步。但係咧感覺上咧，就好似喺嗰個即係臨場個應變啊，同埋個觀察方面咧，呢樣嘢咧其實就都係可能就唔係話即係太過明顯進步咯，有啲係經驗不足。呢個係我哋阿倫啊，另外啊，你都仲有件經典波衫嘅喎，就係紫色呢件喎，我都想你講下呢件啦。呢件犀利嗱，呢件咧就當年啦，快易通其中一年嘅波衫嚟嘅。其實我踢咗快易通七年。係，我一路就想快易通喺即係黃金時間，可唔可以講話算係喺快易通？喺甲組咧就快易通有十年。我就先踢了五年，跟住離開了三年，就最尾嗰兩年又翻去踢。咁呢年咧就係尾二嗰年嘅呢件波衫。係，咁啊，有咩特別啊？呢件長袖咯。O K， 少啲長袖喎。紫色咯，係啊。咁同埋快通嗰陣時用紫色噶嘛，用紫色嚟做主色噶嘛，幾特別嘅。咁呢件波衫就即係我都 keep 得幾好嘅，幾新淨啊都。嗰陣時你十二號咩？你唔係最中意著十？我著十一號，但係我離開咗啊嘛。哦。離開咗翻去十一號俾人霸咗啦，咁冇啦。哦。咁啊，我哋接上一節啦。係。咁你嗱講清啦。係。咁好順理成章啊！我哋簡單啲講啦，就八五年你十七八歲啦。就正式就加入去踢甲組啦，咁樣啊，就係踢花花，踢花花先。花花嗰陣時已經係升咗班幾好幾屆，啱啱升班，啱啱越早升班嗰屆。我最記得咧，花花有一場同精工踢啊，7-3啊，你有冇份踢㗎？你冇份踢啊嗰場？有份睇，你有份睇，因為嗰時仲係僆仔，未有份。7-3嗰場咁啊？幾時係八？第一場咯，1985年。嗰年嘅球季花花嘅第一場波，你意思你僆仔嘅意思就係你加入咗花花，但係咧你就後備都冇，有後備，就睇人踢。喂，嗰場我真係睇到好好笑啊！因為7-3呢啲比數咧，嗱，一係就7-0，你屌你唔夠膽咪7-0咯。但你又入到三球，三球啊！就對住精工喎，仲要係曾經領先過3-2，係啊，真係好。跟住臨尾連輸，投翻俾精工喎。好啦，嗱，花花嗰度你係響到未㗎？而家
嗱，嗰年就啱啱係第一年踢甲組，就仲係叫僆仔。嗰年咧，我就未有固定位置嘅，我踢過四個位，踢過右後衞，踢過左後衞，踢過左中場，踢過右中場。點解會揾你踢右後衞嘅？左腳仔。教練中意咯，教練當時就係張子岱，咁佢咧就對我啊幾有好感嘅，咁佢咧就唔知點解叫我踢右後衞。喂，我唔俾你講住先，對你有好感。喂，嗱，你識見佢於微時啦，嗱，頭先我哋同佢食飲咗少少嘢傾偈啦，我哋就最中意觀察人噶啦。佢係咪由細到大係比較內斂嗰個嚟噶？即係佢係，我都話落去一個實而不華嘅。即係譬如教練話你話去睇你係，我諗佢你係嗰種，佢叫你做唔多做足嘅就做就去做足嘅，一定啦，一定做足嘅，一定要啦。我仲記得咧，我哋嗰陣時踢波啊，係真係跟住教練嘅 instructions， 佢叫你點踢點做，即係等於我嗰陣時其實我踢中堅嘅。嗰陣時你叫咩？唔想踢中堅。喺銀禧咧嗰陣時，我哋咪好興約啲粵組踢波嘅。我好記得有一場波咧，嗰時阿林同我兩個踢中堅嘅啫嘛，係咪先？阿基仔踢青龍虎。我冇記得咩咧？阿陳 Sir 陳耀宗同我講：嗱，嗰個中鋒，你今日呢場波做咩咧？你就係跟住佢得噶啦，佢行到邊，你跟到邊就得噶啦。即係呢啲咧，好乞人憎嘅。係啊，冇錯。咁咪咯，教練嘅 instruction 有嘛？你唔好上，你唔使理，有波你一腳咪跟啲 instruction 咯。啊，你唔使理噶啦。咁我好記得呢樣嘢嘅。咁頭先你我講Alan 係一個就係好聽教練話，教練 instructions。叫他做什麼他就會盡量做到最好、啊、要加波加波要斬波斬波 okay, 好、啊、即是不會在球場上很多聲氣、啊、要很大腦、啊、要、啊喂有沒有搞錯你 他不會罵人他不會罵人的喂那你是在港青的時候看什麼位置呢本身其實我打中場咯或者左翼左翼左翼打左翼咯但很快的時候我們認識他即他叫成名呢是就是叫左翼位都是左中場、啊啊、不要說、啊睇啦，嗱、啊、我哋一路睇條片，等阿 Alan 自己講下自己啊，好嘛？嗱呢條唔好識聲啊！嚇呢條片咧，我諗你都未睇過，因為咧我係集百片於大成，剪埋一齊噶啦啊！阿斌唔該，睇條片一路講啦，自己講啦。啊呢場就告別賽啦嚇，電傑志對祖雲達斯，零五年嘅六月四號。等陣先，你可以放鬆少少講喎，你而家咪喺嗰度講緊波啊！輕鬆啲啊！呢場波其實都嗱入場人數就唔係好多嘅，得好似萬幾人嘅啫。係咁啊，但係咧日波嚟㗎，日頭嚟嘅。係頭先我迪比亞魯啦。嗱呢個邊個？呢個邊個？即係對方嘅人腳係唔錯㗎啦，算係都有好多國腳級啊，嗱李維特啦，頭先講咗啦，查斯古特啊，迪比亞魯啊。咁後面有個費拉拿咧，佢原來又係退役嘅喎。當年咧佢都係退役嘅喎。嗱呢球波就係迪比亞魯。哇！你講啲名費拉拿呢啲真係好。係啊。佢又係踢完嗰屆咧，又係退役喎，阿費拉拿，咁啊好巧啊，即係同我即係同一即係都係嗰一年退役嘅。呢場我仲記得咩呢嗰陣時你已經由左翼杜林嚟嘅，頭先嗰個左中場嗰個叫卡普，都係法國國腳嚟嘅。到褪到落嗰陣時踢咗。呢張就係我半場揾阿利維特換衫嗰個咩啦，嗰個片啊。嗱呢個星島對快通。嗱呢個呢場就我倒戈對翻快通啊！嗱，哇！我由後面快放，我自己都唔記得有咁嘅情況喎。係嘛？哇！放咗成四五十入㗎呢球波係嘛？仲要係由我後面推個波上嚟前半場。嗱呢個邊個講我啊？呢個就係當年咧嗱第一次對 AC 米蘭喺加拿大隊嘅，就對阿鄧立鄧立東尼呢場。就是香港的零九六年的时候这场就零四邓立东尼都好像教过意大利是啊是啊邓立东尼现在都在意大利那边是教过都是我来的这场这场就对 AC 米兰AC 米兰当这一场就是零四年的了就有舒夫真高啊有啊 沙真奴啊有啊马电尼啊即几个啊啲各脚级的球员在这里龙家宝啦龙家宝这个呢就是去年啊就係、是、即係我代表香港阿仙奴足球校咧，就即係同阿盧家寶就即係做啲 social 嘅嘢。佢係而家盧家寶都好似阿仙奴大使。係啊，佢做啲大事咁，佢嚟香港即係參觀我哋阿仙奴足球校啲嘢啊嘛。咁我哋就即係開咗個記者會啦，咁同埋介紹佢，咁我就代表阿仙奴足球校歡迎佢咯。好啦，輪仔講翻先啦，即係嗱都。如果你2005退役啦，其實喺甲組都二十年喎。係啊，啱啱二十年。有啲乜嘢即係嗱，而家叫港超聯啦。係。咁你有啲咩簡單嘅覺得以前嘅甲組係同而家變咗香港港超聯，你有啲咩嘢可以同我哋嚇
個名字就不同了、但個餡就可能就未必一定有改善到。哇！呢啲真係呢、這個係真係呢啲真係盜用啦，個名唔同咗咯。係個餡，但係始終實際即係講實際，真係話你真係要有個改變同埋個質素要提高先得咁。好，咁咧、我知道你有嘢想講噶啦，但係咧我哋休息翻嚟先再講。OK 啊，唔知啦嗰次。